好，如果你觉得林非凡这么好这么棒，你们不分区不是还没有提名吗？你们赶快再把他列不分区就好了。说难听一点，你为什么会退选？只是要留给赖清德去处理他的这个性骚的问题嘛。林非凡昨天退选了啦，他一退呢，罗文嘉就为他抱屈了，那甚至讲话很难听啊，讲到说罗文嘉揭秘信，林非凡两度他是拒绝不分区立委的，还呛问王鸿薇这句敢不敢。所以我现在要那个回应一下罗文嘉，我昨天晚上有看到林非凡退选因为之前有李正浩退选，那其实已经是对整个赖清德的提名已经出现了这个信赖危机。像罗文嘉这种久经江湖啊，这么多这个选举经验，他当然知道这样的一个退选对于赖清德的选情当然是一个打击。任何稍微有一些选举的 common sense， 你对政治稍微有了解，你都知道连续的这样的宣布退选，当然赖清德有世人不明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罗文嘉试图要把这件事情呢做一个圆场。第一个，你一直说林非凡好像不释出人才，两次让他去当不分区他都拒绝如果你觉得林非凡这么好这么棒，你们不分区不是还没有提名吗？你们赶快再把他列不分区就好了。我这边直接喊话，你们如果觉得林非凡这么冤枉，都是受到王鸿薇的这个抹黑污蔑等等之类的，那你们就把林非凡放到你们不分区名单去。好，第二点，从昨天林非凡说说是因为我攻击他，我政治口水还怎么样，我要告诉林非凡先生，我要告诉罗文嘉先生，第一个，王鸿薇从来没有要求林非凡退选， never， 这个不是事实，你要反驳这个不是事实。因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媒体常常问我这一题，这一题其实我都觉得这个要不要退选事实上是这个民进党的事，这是他的家务事。那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星期一吧，因为我在党团开记者会，媒体还特别开了这题，你觉得林非凡是不是应该退选，我其实没有去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呢等到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还说了一句，其实我觉得他最好不要退。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从来没有要林非凡退选过，但是到昨天后来我看到他的退选声明，就觉得莫名其妙要退选也是你要退选。说难听一点，你为什么会退选？你跟李正浩退选一样，只是要留给赖清德去处理他的这个性骚的问题嘛。所以你们是一个断尾求生，你是一个止血的动作，我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这么不成熟你怎么这么不成熟，把你的退选，把你的责任丢给我。那所以我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这边问罗文嘉的意思是说，问题是林非凡果真在性平事件上吃案失职吗？他认为不是，他说反而是王鸿薇一方面抨击林非凡，一方面却为国民党陈雪生傅昆萁大力护航，这就是他林非凡本身有质疑的双标。好，我先讲一下，就是有关林非凡他的这个有没有失职的问题那这个本来就是社会大众都在追。其实我在第一时间我就知道，我说民进党的责任只会画在许家田的脚底下，是你们民进党自己看不下去，说那么督导他的人有没有责任。我当时确实讲，我说如果说要调查的话，许家田要调查，那么督导他的长官要不要调查。所以我来讲，我确实讲，我认为这个责任不能画在许家田的脚底下而已，林非凡应该也要接受调查。再来，他们在讲我双标的部分，那也是同样的是我们党团记者会，那就有媒体问我陈雪生，他说陈雪生是不是也应该退选。我说陈雪生他是在国会里面大家冲撞的时候发生的，那么范云委员他觉得他不舒服，他去告了，那当然法院也就判那个陈雪生说他就是这个有性骚问题。但是我这边委员长，我讲话我负责。我当时的讲法就是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觉得现在要求陈雪生退选，我认为是不适合的。这个是我当时的说法，我讲我就认嘛。其实当时记者会之后也有媒体在问我说，如果这个成立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国会会变得大家非常一片祥和，大家谁要去冲撞冲撞来冲撞去，不管你的胳膊碰到我，你碰到我的胸，你碰到我的背，其实我都可以觉得这是构成性骚扰。